那我小姐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本周的重点和负担，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借到约在约伯身上看到我们怎么能够实现神人的路，第三个我就是要讲一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去讲。那先来看我们本周的重点和负担。本周的重点就是神的经纶，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他不是让人成为一个好人，他的目的是最终让人成为一个神人，这个是我们这周的重点中的重点，成为神人的目的是彰显神，代表神，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里，给我们看见了，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呢，在这个我们人的立场上来看，我们人的一生追求上来看，我们往往都是想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我们也尊重和模仿想自己成为一个好人，特别是在道德上成为一个很高标准的人，这是我们在人的立场上来看。但是在神的立场上看，这个不是神的需要，因为好人只能彰显的是自己，神人才能彰显神，所以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好人就和神的目的是相违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个在这本周在这个上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非常非常大的启示。我们想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或者使神的经纶能够完成的人，我们必须做一个神人，而不是做一个好人。那实际上呢，神为了让这条路能够成，就借着约伯，在约伯身上来神找到一给世人看到一个根据，甚至向撒旦来证明这个根据，让把一个人做成一个神人。那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说那好人那做成神人岂不是更有捷径更快呢？是不是先做好人然后再做神人，这不是必要的过程。所以在约伯这个约伯记里边，就给我们看见神不是这样的，神反而把这人们认为是好人纯全到那个程度的人先把他拆毁，先把他做成一个不堪的人。你看，把他所有的成功变成失败，把他所有的他认为的骄傲变成什么，变成在炉灰里忏悔懊恼，甚至诅咒自己的出生，所以他打破这些东西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不在原来约伯那么好的基础上直接就变个神人该多好？可神不是这样做的，神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人自己来讲，你怎么变都是做不到神人，只是在人的这个情形里，人性的里边去继续往前，但没有办法达到神性上的东西，所以神才能把人性的东西来拆毁掉，用神的生命来重建这个你的这个神人。所以只有神的属性和神的性情才能够达到人的美德的甚至是道德的最高标准，所以在人的那个标准和在神的标准完全不在一条线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启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见。我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我们所追求的人性美德，在我们教育里面，在我们的宗教里面，在我们的自己自修养里面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要靠神性的神的属性才能达到人性的最高的美德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的追求看了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着我们今天这篇信息来讲，那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呢？所以我们首先要领悟，这也是李弟兄讲的，我们首先必须要领悟我们
今天就是个神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重生，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这个是确信的。我们从受浸那天开始，这个就是确据的、确信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领悟，我们就是那神人，只不过说我们的成熟度是不一样。当我们有这样的领悟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立马就不一样。我们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警觉在我们这里边啊，我们是神人，我们要凭神的属性去活。所以我们这个人，现在我们确定自己有人的生命在里面，也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人的数字在里面，也有神的数字在里面。那这两个生命我们必须要使它调和，我们不能说神的生命放那边，人的生命放那边。哎，我们有的时候突然早上表现的就是属神的生命，有爱，有温柔，有，晚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变回人的生命了，回去就马上就和妻子发火，和孩子甚至如何如何。所以我们这两个生命不是分开，我们要让它调和。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时时刻刻我们要认识自己是神人的时候，这一调和，我们那个温柔，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爱就出来。哎，这个时候我们所表现的外边就是神性的美德。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做到的，就是要认识我们是神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就是要连于那个是模型的基督。因为神知道人凭自己是做不出来，所以神在自己成为人，成为耶稣这个模型，然后把这个模型给人家看，来证明这个是在人是可行的。而且不仅如此，今天还把这个模型的种子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用这个，使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来连于这个神人的原型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来表现出我们的神性这一面才能够实现我们这个神人的这条路，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我们自己认识，第二要连于基督这个神人的这个原型。那有这样的路，我们就会运用到我们今天的实际的教会生活里边。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知道这样的路，我们今天就把它运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来。这是我们能够达到我们完全神人，真正做到一个合格神人的一条路。我们光有认识，光有真理在那，我们不实行也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就要连于基督，就要连于身体就要使这个神的属性，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运行，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行，然后在那个带到那个供应，因为它运行的时候那个神圣的属性就会带到那个能力，带到那供应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运用到日常生活里边是连于基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我们一直在做我们的晨兴也好，我们的读经也好，我们的三三两两也好，我们与弟兄姊妹们的互相看望鼓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实际的运用。其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这些活动，就是这些实行，连于基督，连于身体，连于那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才能够使这个神的属性不凭着人的属性来活，凭着神的属性来活。所以我们第五个最后的一大点，它就是这样总结的嘛。所以我们要向主敞开，爱他，渴慕与他连接为一，这样我们就被他充满，被他具有，活出神性的荣耀和人性的美德。所以这就是我们
要把这些运用到我们日常的操练里边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小看自己，我们也不自怨自艾，我们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的实行，一天一天这样的操练，我们这个人慢慢不是说我想故意活出来一个神人，而我们慢慢那个神的属性就自然而然的彰显出来，在人的面前就是有一个好的行为，好的见证，好彰显出来的那就是人性的美德，或者在别人看来，那我们呢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个信息实在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神的心意是把我们做成神人，不仅仅把我们做成一个好人，是做成一个神人。 Amen。